东西不太一样哟，不是 BB 虾哟。站起来，不行。站起来。还没有办法治你了啊。不进。站不站起来？站起来。等等，不进，叫爸爸。爸爸。那个，说谢谢。谢谢。扔到垃圾箱里边去。扔到垃圾箱里去。不禁棒。给你。不禁棒。吃吧。好吃啊。就知道吃。叫爸爸。叫爸爸。我和车桥。叫爸爸。这还没吃完就过河拆桥呗，叫爸爸，快点，快点。哎呀，两口就闷了，不禁啊。吃完了，扔垃圾桶里吧。对，不禁棒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鲁啊，吃饱了。打招呼吧，吃饱了。不禁。基本上白瞎呀，这个现在除了吃啊没别的。吃饱了？你说叔叔阿姨没好？好。抱抱。抱抱。爸爸他去赶海了，你抱抱。嗨。他家姓花啊。爸。咱飞也要给你整，不让走啊。非要给你的，不能，你不能去啊，不能去。走。终于把布丁甩开了，现在他太小了，不能让他过来赶海。这个到海边了哈，还没退下去，你们看看这些人后面，太多了。现在是近海期啊，渔船都上岸了，都交上来了，在上面补补，修修机器啥的。希望你们开海能够满载而归。赶海赶到一双破鞋啊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也没法带呀，不带了吧？主要是他了，他得带走。猫耳朵，晶莹剔透的，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真解压！这个洞别说了，肯定里边有个大家伙。这么大的洞，试试看什么东西。我试试里边，我的妈的，不一样哟，东西不太一样哟，不是 BB 虾哟，我的妈，我八哥哟，我八哥朋友们，我去，张牙舞爪的，你看看，走吧，跟我回家洗个澡吧。这是真的发现这个螃蟹窝了，你看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这怎么到处都是螃蟹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抱团取暖的吗？你这个天你不怕捂出痱子来吗？鲍鱼啊，刚才还在这个皮条上面爬的，这三个一下，老娘一只，我一只，不禁一只，不对，老娘一只，我一只，大雪不对，老娘一只，大雪一只，不禁一只，这个东西听说大补呗，鲍鱼，还行，就这么几点动啊，一般人还真的看不到，你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什么不起人的东西啊，来。你看，来，让你看看啊，这里边很宽敞的，里边有大货啊。别看洞小，里边大呀，很宽敞。给它扣扣，露头了，出来啊，出来干啥呢？露个头，举头望明月啊。
啊，嘿嘿嘿，夹夹你，夹你，嘿嘿，我听到嘎吱声了都。啊，在这里，就跟开盲盒似的，不知道底下是个什么东西，有两倍啊。来，好东西了，这是个哎，不对呀、啊。不对吧。上来。这什么玩意儿，这咋回事啊？头上警快步，全球我对付啊！啊，这怎么出来了？这个扩散器，这个还挺大。要着吧，再不要就当空军了就。上来了，涨潮了，那个见好就收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拜拜。